是江之浩，一个悬疑小说家，因为重度洁癖而讨厌与人接触，一直过着封闭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神秘的邻居搬来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段时间一直尾随我跟踪我的变态跟踪狂就是你吗？我跟踪狂？这边请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搬来这里，我是您的邻居，我住302。为什么偏偏是你呢？为什么是你啊？我心里对你的想象充满每一天。人那么多，穿那么少，不经过别人允许就摸别人，在我看来你就是那种人。我是有理由的，我喜欢你。志浩，如果你一直不面对，就永远不能克服心理上的问题，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有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或许轻如鸿毛，但在我眼里如是珍宝。不要离开我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动物园，这些我原来都很讨厌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你变得喜欢了。这皮革现在就从这儿开始。放开石阳！我以为我会死了呢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喜欢你，喜欢的快要疯了。对不起，之前没有表达出来。石阳像个跟踪狂一样闯入了我的世界，治好了我的洁癖症。我原本以为我不喜欢这种被人打扰的生活，但是诗雅把我拉出了我曾经封闭生活的过去，给了我新的生活，我才逐渐明白，我并不是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而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，不敢去期盼，所以假装成不喜欢。而现在我非常清楚，我想要继续这样的生活。